回乡最敬爱所读心好朋友，大家早安快乐。今天呢，咱的节目呢，咱开始吼。咱的读心好朋友，咱就讲吼啊，有一寡吼问题啦吼，大家要来探讨啦，要来开讲啦吼。那入播音室那听电话啦吼。咱的朋友如果那是讲有一寡问题，大家也当来探讨，那没想了当然啦吼。在线顶对，跟咱的朋友呢多多吼。人讲你有问阿美香呢，会当来加减啊吼，甲咱的朋友来交流啦吼。你问着讲啊，美香师姐，你讲经文，你讲传度的问题，那什么叫做传度啦吼？好啦，这咱等下再来聊啦吼。那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5，我关心的多亲，咱再加05感恩。跟咱的朋友呢吼，加减啊结缘呐，真的好听的音乐吼，加减啊听嘛未歹啦吼。来先来安排一段吼佛性歌。Oh,
今麦咧所收听一段非常好听，啊，就是咱南海普陀山的系列啦吼，啊，每一首都非常好听，非常动听啊呢。来，恁就听到这，咱咧用一段音乐来做陪衬啦吼。咱老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切多亲人给空我感恩。那今麦咱讲到道教哦，咱为什么讲有这个传度的制度啦？吼、哦，这传度的制度，爱为头前讲啦吼。啊，现在咱大家就搞这个传度。在这个民初的时期吼，人类灭于天象自然变化，讲人类呢灭于天象的自然变化，而产生了畏天的心理。因为人类吼，咱讲是集体群居的形成部落了吼，开始了有这个图腾的崇拜，啊，自然这个崇拜呢，逐渐形成了这个原始的宗教。都经过讲这个足长的这个时间呐，还有一个创造期了吼，还有一个创造期，建立了这个宗教理论跟这个制度，而成为群众性的宗教。所以宗教不但是啊，咱讲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啦，吼，嘛是当时呢，更加是结合民族的心灵，统合咱民族力量最大的枝条，来讲统合民族力量最大的支柱啦，吼。因此，咱这个宗教不但会当给予世人的精神上的慰藉跟救济，更加有这个传递文化，吼，咱讲保全民族的功能啦，吼。啊，咱讲以色列在这长时期的这个亡国之后，繁荣复国。专求的犹太人呢，会凝固成钢铁般的团结体呀、啊，就是一种犹太人呢有强烈的护教精神，所以讲这犹太人呢、啊、无这个强烈的这个护教精神吼、哦，这以色列呢长期的时间呢，吼、哦，伊嘛受到这个亡国之忧呢，伊要安怎复国，就是因为专求的这犹太人，伊吼、哦、大家拢会当安尼吼凝固成钢铁般的团体。吼、哦，来结迄个吼、哦、团结啦，所以犹太人有强烈的佛教精神。所以道教是承袭咱国上古宗教思想的这个制度。咱讲有制度呀，吼、哦、有制度的制度，而产生了本土的宗教。基本上呢，有咱中国本土的特色，而且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啦，吼、哦。啊，咱讲对咱这个民族文化吼、哦，有咱这个民族心理啦，啊，佮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呐，佮有这个特色的思想，佮有科技的艺术，佮有这个文艺音乐，所以咱这个你甲看，咱的国乐，啊，佮咱讲十到九医啦吼、哦，科技的艺术，就咱这个中药吼、哦，中医师嘛，足侪人拢在修呢，即咱到咱这个药王啦。神龙气八草，吼，那个神龙四百草，吼、哦，迄个时阵神龙地，吼、哦，咱即马有即个科学中药，吼、哦，即、这个、特学思想有咱的啥脑柱，吼、哦，咱的脑柱有即个哲学思想，吼、哦，有咱即、这个吼、哦、有真济吼，咱即个教育家，吼、哦，咱要讲起讲脑柱嘛是因为一个特学家，吼、哦，啊嘛是一个文，会使讲是吼，咱对即个政治经济，吼、哦，啊是讲对咱即、这个。强烈的这个民族精神、甲这个观念、甲文化、甲民族的心理，拢总有呢，哈，拢总有。所以咱有重大这个贡献甲影响。所以咱讲道教承袭啦吼，上古宗教思想甲祭祀的这个制度啦吼。啊，祭祀既然那边有一个制度，咱不但安怎，不但对这个宗教本质袂使区断，吼、哦，咱嘛袂当阻碍安怎，阻碍甲绑的。咱要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必然要有这个存，人讲吼存呐，吼、哦、每一个人，吼拢要有这个纯的思想，必须有这个心愿，吼、哦、带这个纯正，而这个正面的这个影响。所以道教呢，就是咱吼上早吼，咱咧讲这个墨子啦，墨子是册中呢批评这个儒家先王之道的这个教育，这儒家的，吼、哦、人讲儒家的道教，而标榜自己民众之道。所以说在这教化之家呢，这个吼、哦、墨子，他是有教化之墨家的道教啊。所以说这个佛教来讲呢，吼、哦，咱讲对这个汉代啦，吼、哦、啊翻译的这个经典啦，吼、哦、啊，甲咱这个唐代，甲即嘛汉唐啊，吼、哦、咱讲流行流言，甲即嘛信仰的现象，你吸收了吼真济啦，吼、哦、
哦，咱讲对这个佛教称之为道教，有的人把佛教称作道教，哦，啊，咱吸收了这个老庄思想，嘛将这个佛教称之为道教，视为诸国之一啦，哈，哦。但是咱讲佛是道的教化，普普主呢来篇来底有咧讲到啥？伊讲到这个道呢，称为道家之教。那篇祖段来底吼，一道教之位吼，咱讲来底面有这個、有这个吼，千咱讲叙述啦吼，叙述吼，叙述咱的太上老君吼，向这个客迁的传授吼，迄个时阵所讲的如宣我新科清净道教啊，这个道教就是祖咱讲道祖之道的教化。在南北朝以后呢，这道教呢，神学以及咱这个经典呢，有较完整啊吼，愈来就愈完整啊吼。所以讲，这道教各道各派认同吼，这个意识加强啦，共同信奉咱的道祖吼，信奉道，因此呢，道教这两字啦，啊，这在道教所独有。所以讲，如佛顶道呢，就不再自称于道教了吼。较早吼，咱讲这儒家嘛称为道教，佛教嘛称为道教，是因为如佛，伊拢自称讲因是道教啦吼。但是咱讲道教，以道家的思想、阴阳家的学术、甲神仙家的方法来组成做三大要件，所以道就是宇宙最高的这个主宰。实际上呢，以道家为体，道教为用。道家是理念，啊，道教是实践。啊，既然道家是理念，啊，道教是实践，那么道教著述迄今呢？吼，均以《老子五千言》的这个道德文章内底为首要的经典。即个唐高宗的时阵呢，规定百官呢拢爱学习，拢爱上。现在讲唐高宗呢，规定这个百官吼，该要习上《道德经》啦，作为每年考选官员的科目之一啦。这唐玄宗呢，令全国每户必备《道德经》一部。这都是因为尊重道教而做的，所以专经派呢，将这个道经，咱讲道德经呢，列为必修之经典，所以讲吼，咱道教基本教义啊，道教基本教义开始有制度啊啦，以前还阁无制度啦，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啦，吼，啊，你讲你的教，我讲我的教，还没有什么一个，咱讲制度化，吼，啊，所以讲专经派将道德经列为必修的经典。因为这个道教的基本教义啦，吼，这哲学的范围、形象思想、吼形象思想啦，吼这个风俗理论跟咱的神学理论的基础，拢以道德经为最高的基础。啊，所以讲宗教的探讨呢，讲人为对来啦，啊又搁为对去，啊这个问题，像咱较早咧讲，咱人是为对来，啊死了要搁为对去，啊这一个问题啦吼。啊，每一个教授讲的拢差不多大同小异啦，吼，道教认为讲，道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皆源于道嘛，那人自然就是其中之一啦。一个生命生成来自于三方面嘛，第一方面就是肉体啊，第二方面就是形甲质，第三就是父母精华一部分，嘛是属于人讲，吼，咱属于地阴气啦。伫每体内底，咱一个月咱就甲称为胞，第二个个称为胎，第三个个称为魂，第四个个称为魄。所以在这修行之中呢，靠这个三种的元素，三元之气啦，来养育结形。就讲九个月神步了后气满，伊自然就会安怎，十个月就会来出世啦。因为气的聚足而降生嘛，来到这世间出世。所以在咱的母体的时阵嘛是需要气啊，安尼经由这个母体所供给的降生了后呢，由于自身呢，安尼讲出世的母体。伊需要啊，这是母体供给的。但是呢，吼，咱人呢出世了后，伊吸收自然三元之气，继续成长哦。吼，经过生、长、老、阴气散，啊，所以讲人都无去啊。吼，啊，人都无去啊。所以，伊的本命元神就降在这个北斗。啊，所以咱来自于天的阳气。猪年生的人呢，来自贪龙星座啦，吼。啊，那丑年，吼，甲亥年生是鸡门。星座啦吼，巨门星座，寅甲戌吼，咱讲寅甲戌呢，相好甲相教的啦吼，咱安尼讲，安尼人就听较有啦。啊，本命元神啦吼，咱都降住在北斗嘛，啊，来自于咱这个天的这个阳气。
吼、哦，种想气的人呢，是来自于贪狼星啦，吼贪狼星想，吼、哦、想咱的牛啊，甲想啥，甲想猪的，伊就是忌门星座的人，吼、哦、啊那想虎的，甲想狗的，伊是六尊星座的人，吼、哦、啊那讲吼想这个啥，想咱这个吼、哦、兔，啊甲想鸡啦吼。哦想土甲想鸡，这是咱的文曲星座啦，吼、哦、文曲星座。吼、哦，啊那如果讲吼，啊咱讲想这个龙，然后想龙，吼、哦，啊个吼、哦、啊咱对这个吼、哦、神仙，吼、哦、神仙，吼、哦、咱的新年甲新年生吼、哦，啊讲吼、哦、咱想龙甲想狗的啦吼、哦，啊想龙甲想狗都是廉贞星座啦，吼、哦，啊咱那是讲想这个啥啊奇。末，吼、哦，这个是木局星，吼、哦，啊，咱啊，如果讲五年生是属破军星，然后相古的，相古的这是属破军星，吼、哦，啊，咱啊讲吼，伫咱这个吼相羊啊，吼相羊啊，甲相牛的，吼相羊啊，甲相牛的啦，吼、哦，是咱这个木局星座，啊，相古的，吼、哦、是破军星座啦，吼、哦，因为咱这个本命关系来自于北斗国星座。啊，所以讲道教伫这个仪式上，就是吊道，咱听讲吊道，就以吊道为最重要的科仪之一，就是咱讲吊真礼道，就是、拜咱元神本命星。咱伫拜道啦吼，拜道做元神，拜道洪霄人，是由于咱这个啥，咱来出生吼、哦，来自于这个啥，母体需要的气是由母体供给，但是生落来了后，伊是吸收三元之气，但伊内底是这个吼、哦，咱讲生老病重。吼、哦，这样呢气散了后，咱的本命元神就是安怎，伊会降住这个北斗，啊，所以讲来自于天的阳气，吼、哦，啊，咱就知影讲吼，咱十二生肖来对面吼，啊，咱是贪狼星也好，还是忌门星也好，还是讲六尊星也好，文曲星也好，廉贞星也好，吼、哦，啊，是讲武曲星也好，破军星也好，这拢是本命元神来自于北斗各星座。所以，因此道教的仪式上呢，以调道为最重要的科仪之一啦。所以讲，希望讲吼，照这个礼道举行呢，克服咱生命路途上的厄难甲障碍，会使咱呢，吼、哦、来自不易的生命，讲来到这个世间出世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咱讲这条命缘是真庄严的代志。吼、哦，咱讲降生来这个灵苗经济是非常庄严的事。所以咱人呢，来之不易的生命，要多一些保存的世间的机会。所以讲，有这雕刀，有这雕金的刀，雕刀，用这个吼青棍啊来保护咱的元神啊，吼来保护咱的元神。所以道教因为安尼来组成这个生命精神的这个神，分为阳神甲阴神。道教你讲组成咱生命精气神呐、啊，当中都有这个啥阳神甲阴神呐、啊。好、哦，这阳神来自于天的阳气，称之为魂呐、啊。好、哦，阴神是来自于地的阴气，称之为魄。好、哦，称之为魄。啊，所魂魄拢寄居在咱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分别好、哦、来主宰着咱人的七情六欲，甲是非善恶。当咱形成咱人体四果之神呢，当一个生命因气散而顽固，每七会散一魄，所以讲四十九日。七魄散尽啦，魂魄分离啦。哦，这个时阵吼、哦，咱这个魂气呐较盛，吼、哦，伊呢在生呢做了较好、较圆满，气呐盛，聚足阳气呐较盛，吼、哦，那么伊就上天为神啦。啊，这个魄呐气较盛，伊就留伫个地上为鬼啦。啊，因为道教这个宇宙观呢、生命观、甲人生观，有这个道教独特的观点。啊、所以咱讲道教本土文化背景呢，吼、哦，因此咱道教都以下这个五大特性，气则是万物的本源呐、啊。啊，所以讲咱道经来指出，吼、哦，大约啦，是一百四十亿年前哦，一百四十亿年前看外久啊，讲吼，咱的宇宙尚未形成哦，迄个时阵就无枪无气无形无质嘛，所以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气。啊，既然咱的宇宙呢吼，咱的宇宙未形成的时阵是无枪嘛、无气嘛、无形嘛、无质，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气，所以称为元素周期。之后呢，经过两汉燕坑啦吼，两汉时期甲燕坑时期上逢下明，哦，甲咱的开逢五杰开道，五个时期的这个灭甲生，
哦，内底所有这变化啦吼，所以当阴阳判分，风水会当阴阳判分，万不调数哦。吼，即讲咱讲，请无不因气而生啦，无不秉气而存啦。吼、哦、啊，所以讲咱人伫修道过程当中，内修就是练气啦。因此，这个气就是道的本源。啊，道的本源，这道教的基本概念就是咧讲天地人三者合一。啊，既然是天地人三者合一，嘛是去求这个啥修者做到啥精气神三者合一，以道合德，嘛就是天人合一啦吼。伫、哦、这个吼、哦、天地之道下，道教就讲生命观就是爱有五明在我，不在于天嘛。所以讲众生贵命的观念。而且产生了终生不死的理念，也就是道教道唯一以自力克服自然的出世灵修的功夫。所以咱今麦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灵修？然后灵修，就是讲着讲，为什么咱道教是生命观，就是有了讲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众生贵命的观念，而且呢产生了终生不死的这个理念，也就是道教。吼、哦，咱讲道教道为以自力克服自然出世灵修的功夫，灵修，吼、哦，基本上的要求啦。啊，道教就是有了足济长生来年的方法，但是灵气虽然可以延伸啦，如果没有外力的辅助，也是不行啦，好、哦、还是不行。所以讲灵修还是要配合，好、哦、配合外道的补助，啊嘛配合咱这个灵气，才会当延伸。练气会当延伸无唔对，但是嘛，就要有外道的辅助，还是不行。那外道就是什么？外道就是功德，就是咱讲有功啦。啊，固然会当精气嘛，咱有功就会当精气啊。有罪就是爱夺生啊。换句话说啦，吼，讲道教无允许啦，啊，不姑息做坏事的人。所以老子在这道德经就讲：树立不亡者修，立树立不亡。确实精神和道德的延伸，这道德这个延伸、哦、真的很重要、哦、我们呢先听一段歌啦、哦啊、然后再跟我们的道亲过来开讲呢。收听一段咱的观世音菩萨的序列、哦、所有这个歌曲，这是咱在普陀山、哦、结缘回来的、哦、蛮好听的、哦啊、来咱现在呢节目进入到半段，咱给咱借几分钟的时间来进广告。所以咱必须说呢、啊、有人说感谢香品叫做灵草香，灵草也就是讲咱大地自然的吼，这个物件，所以讲这个香味，唔免咱用香精啦吼，唔免咱用色料，拢唔免。所以灵草香是咱九天母娘所降世的配方，咱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啊，咱啊道亲呢，有需要香品啊，要寄送，咱有笑三甲笑六，
哦，啊，也有这个24点钟的手工香圈，咱个点了24点钟无污染，哦，啊，也无啥物烟啦，吼，无啥物碳量，所以咱24点钟的手工香圈，咱啊如果讲吼，啊，都有咧用。用了你就很有信心的吼，24点钟，咱讲早晚烧香点火了后，咱也过一个香，得保持着这个香烟来供养着咱的心性。人讲心为灵感啦吼，香烟缭绕通天界，恭请千神万佛、母娘、道祖降临来，把咱束缚并消灾啦吼。做24点钟的手工香圈，咱一盒内底有10捆，一盒是100块的烟金啦吼。啊，恁若如果讲要用较好的。哦，咱的手工香圈，那咱用慈天必胜宫是最佳的选择。啊，咱若讲经济部检验的香品啦吼，24点钟的香圈，啊，够咱笑三甲笑六，这拢有经济部检验合格。过就是讲咱咧做这2点，咱讲4点钟的吼，4点钟的小香环，吼，4点钟的小香环啦，啊是讲吼，啊，咱要甲点上板成粉，吼，咱讲半斤500，一斤1000块，咱个上一个八卦的盒吧。给我们点上班点粉，当然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速茶贡抹是不一样的材质的我们的这个速茶贡抹，我们如果要说昨天昨天必胜宫自己调的这个贡抹粉1斤850块，熟又好用，我们如果要点质更好，我们就点上板成粉，我们又加一个盘给我们点，我们一般工程在点还是家里在点1斤850块，熟又好用，内底同款无重金属，无泡芳精，无色料啦吼。互咱伫点，你会感觉足自然啦吼。那咱介绍香品啊，香香款速茶贡抹、小盘香、普莲灯。后来就是讲咱的仪器，咱也要顾吼。咱做一支喙齿啦，讲去用做这个啥植牙，一支5-6万块、7万块都拢有啦吼。咱去也买一个酸椒都来挂了足水啊吼。但你讲顾仪器，看下咧顾酸椒，你看酸椒挂伫个手，袂替你补物件。你喙齿呐无好啦，你食啥物物件拢袂自然啦。吼、哦，啊，咱呐如果讲牙齿呐甲顾好，囡仔自细汉你就开始甲顾好牙齿。吼、哦，用咱上好的金钙粒纳米蜂胶牙膏，金钙粒纳米蜂胶牙膏一条250块，是较贵小块，但是真正好用啦吼。咱呐要顾牙齿，好，咱呐那泉州你甲顾，咱就用较好的牙膏甲，一盖唔免用足济啦吼。啊，咱洗的时阵吼，咱牙齿刷一刷，甲小干一下，然后再甲配掉，你就会感觉讲哇，满口真舒爽啦吼，刷落去阁袂有安尼坏死啊，袂安尼配了全坏。哦，啊，咱在用呢，你就会较巩固你的牙龈。哦，啊，咱呢较袂讲叫这续进之身啦吼，金钙粒蜂胶牙膏。哦，咱甲咱广告一下吼，啊，若要抹水的合理美。哦，咱讲为这个。洗面的氨基酸开始啦，洗面的一罐，啊，够予咱呐，予咱这个吼蜂蜜长效的一罐，够一罐的乳液，吼，啊，够一罐啥，够一罐吼咱的这个，咱讲预防紫外线的吼，啊，多种选择啦吼，啊，咱这吼这算讲得抹的防止紫外线的 BB 霜，真的很好用，安尼一组4罐，3990块。哦，我有甲咱的这个公司讲啦，啊，咱的这个中盛玉公司，就是何丽美公司。哦，我有甲讲，咱伫咱江的咧结缘的拢是道亲啦吼，啊，咱都减利润，甲减掉。吼，啊，梅香甲你讲一下，吼，啊，若有人要爱好物件，对洗甲抹，吼，拢总会使啦吼。那么咱就会当安怎，会当用啦吼。如果恁若是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系的道亲，咱给05感恩啦吼。啊，恁老师要服务，唔免客气，吼，咱的服务电话5916045感恩。以上是广告啦吼，以上是广告安尼吼，咱来听一段咱的母娘的信歌，再跟咱的朋友做开讲，讲到什么叫做
福利传道，哦，讲到咱哦，这个道教的这个严格啦，咱有道教的头前面，才有后边传道啦吼。来，咱即马听这个雷山努力。今嘛所收听是的雷山努力，原来后边段呢，啊，这个传度很重要吼，啊，讲一讲要一些时间，然后啊，咱就把这个吼歌听较少小块呢，较短小块呢。啊，来今嘛呢，搁讲到吼，咱的道教、道教、道教老祖的《道德经》内底讲：死而不亡者寿啦，讲死。死而不亡者寿，死而不亡，就是咧讲咱精神甲道德的延伸啦吼。伊对咱生命这个价值观早就做一个肯定，所以道教的第二个特性，就是讲确认万物有灵啦，吼万物有灵，一切事物各有主宰，举凡天地道极，五方八位山川社稷，该各有神啦。啊，尤其是对人类来讲，哈，对人类来讲，对咱的人类来讲，哦，咱呢，尤其是吼，咱在讲着各类的思过神，然后各类的思过神，如定年的定年太岁，吼，还是定月、定日、定时，各有公则呢。你讲哦，咩像，我那唔捌听过有这個。有哦，咱对人类的这个言行要注意哦吼。咱定讲吼，仰头三尺有神明哦。哦，你莫学白讲啊，你讲讲的吼，吼人拢知影哦。啊，就是知啥，就是各类的四个神呐。啊，定年有定年的太岁，定月有定日，有定时，啊，佮各有这个公则伫咧哦。而且啊，佮有过往的神察之神呐，佮随着咱人人体这三思神呐。随时咧监察甲记录，咱每一个人一切这个言行啦、功过啦吼。从中国人普遍咧，存有家头三就有生命的观念，这大家都有啦吼。那讲哎，创啥你做唔到啊？这家头三就有生命，天有咧看哦。这就是一种基因依咱这个道教这种认知啦，并且对咱的这个吼社会处系发生过长期间的安定作用，迄今呢？一人呐、啊，道教第三个特性就是讲宗德报本，吼、哦，祭拜祖先嘛。这道教这个认为大家拢知影，道教认为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条件跟物资啊，吼、哦，无不来自于天地啊。所以讲，咱的生活条件跟物资呢，拢总是来自于天赐里的吼、哦。因为天那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的正五功嘛未好势啦吼、哦。咱拢是来自于天地，因为主人嘛。啊，既然来自天地，因为自然天地予咱万物生存的空间，甲咱继续生活的条件。因此呢，天地是生之本啊。啊，咱的领袖、甲司长、甲领导教化、推行进化，这个枢纽就发展生存的动力。所以讲，君心是，咱常咧讲，君师是地之本，这大家拢知。
啊，咱传宗接代啦，繁衍吼，繁衍这所谓子孙，保存生存的根源拢是祖先。因此，祖宗就是咱讲的讲类之本嘛，吼、哦。啊，咱讲要传宗接代繁衍这子孙，你无这祖宗免咯。啊，所以讲咱无意上，所以咱定讲报三本啦吼。咱如果乃当继续生存，如何保存咱的生存？如何发展咱的生存？为着报处三本，所以咱道教规定教导爱设大道真相，甲祖先的这个啥排位啦吼。咱大道真相，咱是写啥？你知无？咱一般讲，啊，阮也无拜遐尼济神啊，阮为三清直直拜，佮有三太老祖显现上人，佮有开天古佛，啊，我哪有法度拜遮尼济遮尼济神？我哪有法度调遮尼济遮尼济神？又甲你教，足简单个哦。用红纸还是用咱的啥？用咱的吼，咱的这个茶，甲刻天地君亲书，用一个足大地迄个吼，吼边啊拢会使甲刻龙刻凤拢无要紧，啊中甲写天地君亲书，这个位就充分了表现了讲宗德报本的精神啊。天地吼、哦、君亲吼，甲、哦、咱的祖先拢总有啊，就对了。天地君亲书的排位。表现了宗德报本的精神，成为中华文化最大的优良特色之一啦。所以讲，你看中国大陆吼，伊厝内底较无咧雕神咧拜吼，伊拢用红纸，甲写天地君亲书安尼尔。吼、哦，这就是咧讲着讲，咱中国文化介古锥的所在。吼、哦，咱用天地君亲书就包括啥？包括吼、哦、君书吼，甲、哦、包括咱讲领袖，佮包括咱的祖宗，都拢总包括在内啊。所以讲，这四种德性都够讲究吼，咱自然就好啦，自由飘逸自然啦，啊飘逸自由就好。世间就是洞天福地啦，凡俗宗教拢是追求啥？追求解决人生未可知的问题嘛。所以咱来讲，咱唔捌要来问神呐，哦，啊咱唔知要来问神呐，哦，啊咱唔捌，咱爱问，咱爱请教。为啥咱要去请教？这就是讲咱咧讲啊，种咱有第四种特性。道教讲究飘逸自然，世间就是洞天福地，但是凡俗宗教都爱用请教啊，人都有老师嘛，吼、哦，有这较牛的人，互咱去追寻、找找，找找咱唔捌的，咱的灵性要位对来，咱的灵主伫对，咱家己后壁面这个主公是啥，咱就是要找找解决人生未可知的问题啊，咱要引导众生去向善呢，吼、哦，咱两个拜托人生道路上的主伴苦处。吼，而且咧达到这个结论，吼，咱讲世境，啊，咱俩讲吼，耶稣嘛教咱讲爱去忏悔啦，吼，去除罪，忏悔除冤罪嘛。而且吼，你再我都去天庭回到主的身边，这是咱的这个啥？咱即马咧讲着吼，啊，咱的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叫咱安尼嘛吼，我安那佛教嘛是叫咱讲吼，爱摆脱人生道路上的诸般苦趣啦吼，诸般苦处。你达到极乐世界，吼、哦，也教叫咱讲爱去忏悔除冤罪嘛，吼、哦，去天堂回到主的身边。这道教就是现实的世界上建立一个极大而没有罪恶、没有灾害、公平和谐的乐园呐。人人拢会当伫这个虚静自然的乐园当中，依据着咱道教的理念，吼、哦，咱会当超脱，吼、哦，超脱自在啦，不为物类，安居乐业，所以甚至于长世，人讲长生久世啊，吼、哦。咱一个我都与天同寿，所以讲人活在这个世间是快乐的代志。道教所指的是仙境啦，并不是完全伫天上。人间的仙境有十大洞天呐、36洞天甲72福地，拢是咱国内十分秀丽这個山川圣地啦吼。所以人呢，伫修道过程当中，都在活新鲜啦吼。任何人拢会当吼生活甲活新鲜，哦，一同做新鲜。你那是活的，就是你有在修身嘛。你这么活的，啊，你有在练身啊，你都在修身。所以你一日干唔拢会甲一寡活神仙做伙啊，好甲一寡活神仙在一起。所以讲，咱这个道祖老子呢，就要求咱讲同尘合光啦，吼，合光同尘，合光同尘啦。哦，咱讲合光同尘，哦，唔通离开人群啦，不要铸造阶级，也不要分别啦。卖分门别类了吼，啊，道教五种德性呢是感应甲成负问题哦。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道教在第五个特性就是感应跟承护。感应就是凡人为善为恶，只要一个念头啦，上天立即就会知影。好，这就叫感应。啊，你不是说爱你有了行为才逃不过上天的法眼，但你的心就有啊，你一个念头就有啊。所以讲，咱有这个感应、接应，俗语讲讲。为人不做亏心事，未沾机遇神仙灾了哈。一句话，为人不做亏心事，未曾举意神仙知啊。讲善恶到头终有报啦，哦，积诈增，哦，人讲积诈来诈，依来敌啦。吼，这个咱大家拢捌听过吧？吼，所以讲咱是这个吼抖音内底咧讲到这个道教感应承护的道理，道教在谈道家的感应承护的道理。当然啦，咱任何宗教的教导拢是信徒啦，吼、哦，嘛是所追求无非是现世安定啦吼、哦。所以咱即卖人咧求啦，咧拜啦吼、哦，不管你拜啥物教啥物教，你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啥现世安定嘛，啊，甲未来的果报。吼、哦，其他的宗教认为讲人生在世，一切功过善恶，最后的这个恶福报应，拢是由咱家己自己承担。中好人固然可以得到福报，最大恶极的人就永劫不复嘛，沦为异类。就咱讲啊，讲落去做畜生六道啊，吼，沦为异类啊，吼。所以道教咧甲咱讲哦，道教则为人之为善为恶，若果报不及己身呐，吼，就是讲咱人道教咧甲咱教，或者讲咱人为善为恶，果报啦，讲若果报积极积身呢，就由子孙呢，吼，来承护。其祸福、哦、和善公主里面有说一句话啦，和尚公主里面有说，他说修道一家父祖祖孝嘛，兄友弟孙夫信妻正积德如是，所以男友呢依勤，所以说来这个世间的子孙、哦、就是说、哦、你呢这个阿公呢祖上有德、哦啊、所以说你今天说承袭祖先的福报啦、哦，这是有的啦，不是无的。但祖先你有承受伊的福报啊，如果你的祖先也无福报给你，伊是呢吼，爱过和你一挂承负问题的，就是讲你有个得利的财产，但是伊较早赚的钱，佫唔是讲照公道来赚的，伊较早赚的钱哦，佫是呢吼，去外人讲关公来肃静的迄种的，人讲讲的，吼、哦、不应该得的，去个得的，这子孙的承负问题嘛有。所以道家唔是跟咱讲吼。啊，拢恁拢得好，恁得利就好啊！啊，这子孙吼，人讲依勤吼来世子孙，但是依样有子孙爱称呼无爱啊。所以讲吼，较早就讲吼，会报应啦。讲啊，恁遐做工吼做了唔对，啊恁拢个提来享受嘛吼，你有赚得到个财产，你有个提来享受，将来得到恶报。这就是讲，伊个祸延子孙，婆婆主来都有讲啊。伊讲哦，恶心有无恶积者得算呐、啊，好、哦，若恶事而捐于人者得计，好、哦、啊，若算计未尽致死者，好、哦，皆殃及子孙。就是讲哦，你较早有做恶，但是你到尾也食老，你也要修嘛，你也要改变，你也要将你不应该赚的钱甲提报死啦，好、哦，这就是咧婆婆主咧讲啊，讲咱人有恶心无恶积，吼、哦，伊会夺算。如果说你有恶心，但是你到尾你会改变，那恶习就没去了嘛，脚趾就没去了。如果有恶事在观人以假、哦、就是在说你今天做不对的事情去侮辱别人、哦、去侮辱别人，你这要、哦、去让你夺去、啊、肉我们说肉算计未尽自私者该殃及子孙，就是说、哦、你今天有赚很多钱，但是你有做很多坏事情，但是你拢无忏悔，你拢无后悔，你拢总无吼，无做淡薄好代志呢？那你所有的财产，你讲歪哥赚来这钱，你无应该讲带来这钱啦、啊。无良心，动尽身，人讲丧尽天良所讲赚来的钱，你是无去做布施，你也无去会忏悔，你完全拢无做的时阵，你肉体下报啊。那么你将你所有的几啊千万、几啊亿万拢留予恁子孙啦。那么恁的子孙会安怎殃及？你就变成你信了恁公、恁阿公啊、恁阿妈留落来这个啥祸延子孙啊，这殃及子孙。所以讲，伫这个正义，吼、哦，咱这正义文书教界内底经中都讲，
讲人会当修行，接受教戒，吼、哦，善行积德，功德自富嘛，心意天通，福流子孙，就是咱讲祖先祖德做了好啦。恶事报应可以在己身呐、啊，甲这个子孙，但是善事报应同样同款的，咱家己有得到，咱的子孙嘛有得到。福报啦，咱家己有得到啊，子孙嘛有得到。啊，若做歹的，咱家己有得到，有得到报应，子孙嘛去得到报应。所以咱讲养生延命落来底，讲人修身积德，利物其相恶啦，受先天之异殃啦，犯禁为恶。而无积福，明先人之义勤。如果咱即马有做唔对代志，啊，唔过咱的先人呐、啊，咱的阿公阿妈阿祖做足侪好事，咱的阿公阿妈用这个伊的福报，甲用伊的功呢，来，互这个子孙啊免灾难呐、啊，好、哦、免灾难就是蒙先人之义勤呐，去拄着。哎、啊，我都做唔对的，先啊，我乃无敢讨报，就是恁的祖先的福报要有够好的地啦。您祖先的福报也够够好，通啊，互你安怎生长啊？所以讲，咱听讲基于上以上的这个立论呐，吼，种道教普遍都是为了善有善报，不是无报，是左右一样，殃尽必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左右一福，福尽必报。这就是吼，咱较早听咧安尼讲念的吼，讲善有善报，不是无报啊。是祖上有余殃呢，所以讲殃呐，真自然对好的报会来啦。啊，恶、哦、唔是无报呢，吼、哦、是祖上也阁有福报啦。所以讲你呢，今啊也无人甲你处罚，就是你也阁有福，我、哦、阁有这个祖先的福荫。但是祖先的福荫你也甲用掉去啊，福尽必报。这就是吼、哦、咱道教咧论这个成负论点呐，就是咧讲因果业力成负论点。甲既然有因果论点，有一个重复问题，就是讲有爱去成就因的福报，啊，佮有去担着因的这个啥罪业，这个叫重复。吼、哦，咱要成就嘛，讲成就啊，要讲吼修福嘛，讲修福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今日呢，咱嘛真感恩啦、啊、吼、哦，咱一寡算下这吼、個，咱讲爱听这个道教因缘啦吼，道教是一种古老而崇大的。咱讲庞大的宗教，伫历史上曾经呢吼极度辉煌，吼啊嘛是真久的时间啦吼。咱并不是偶然的讲道教教义这么济，宗教嘛这么济，但是中心的教义归纳起来就是尊天法祖，礼物济世嘛。所以讲清净无为是真天人合一啦，清净无为而真天人合一，这个最高的境界，这就是咧讲到咱这道教的终极目标啦。啊、所以我们就咱即满呢吼，讲到拜的，啊后壁咧，吼后壁就讲到啊是安怎咱对这神，咱都有咧信啊，咱都有咧拜。为什么咱无咱敢那做一个信徒，咱无去再做一个教徒？这就是成佛问题的，吼、哦、在延伸的修行的一部分啦，好、哦、修行的一部分啦吼、哦。所以道教有一个古老崇大这个吼、哦，这个历史，这吼咱会使安怎？咱会当吼分做两界讲，然后因为吼一界讲吼好像很长呢吼，很长，所以吼我们就把道教应有的认知吼来这边。为什么咱要做传度？咱信心总是有一个啥，总是有一个头前一个缘，甲一个缘嘛。吼，然后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起码咱要做一个普通信徒。啊，那么总之，咱要做一个道教徒，咱都要做一个普通信徒。咱讲善信大德就好啊，阮敢着一定爱去传度皈依吗？传度皈依有很大的优点，有好大的好处，有很大的好处。这吼，咱会使安怎？你知无？咱会使吼做两段讲，然后做两段讲吼。啊，咱另段咱再过来讲这个道教应有认识吼，和咱的朋友知影为什么？为什么咱那会要过安怎？有什么咱要来做这个道教传度？为什么咱要来吼入这个道教做道教徒？啊，这道教徒有承负问题无？有啊，这个承负问题就承袭咱的道祖的教育。好、哦，这承负问题当然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教义来对面，迄、那个宗教受用来对迄、那个观念，会当予咱人生生生道，真的是真大的观念，就是讲传度。啊，咱传度，咱下一回再来讲，好不好？
下一回再来讲传度，为什么要传度？前面这一些已经理论都了解了，那么后面再来讲结论，就是讲传度的结论了哈。来，咱今麦来收听一段好听的梵音。那这段叫做《母道母道》。没办法呢，他会跳呢哈、哦。我重新再来，他还是跳过了哈。阿、哦、那大禹师兄哦，这个就给跳过难过啊哈。舞蹈，这人心吼、哦、所唱的吼，啊姜的嘛有啦吼、哦，你若要结缘，买菜来姜的吼，伊、哦、有一袋200块的结缘安尼。来，主动必成姜的吼、哦，啊，所来甲咱提供的节目啦吼、哦，咱下晡是2:30那种作息时间，过来就是讲咱发挥作煞吼，发挥作煞吼，啊，咱的道亲呢，如果那是讲吼。啊，咱都有这个破品啦，要倒转来摕，哦，要得摕破品转去，啊，咱就是甲摕破品转去食平安啦吼。啊，要做第二次慈悲，咱就和咱的诸天必行宫统一去甲发低收入户，过来就是讲发到咱这个啥残障教养院啦吼，安尼和因在认同的吼，啊，做第二次慈悲啦吼。啊，诸天必行宫呢，咱下晡是2:30，咱有这些时间，咱讲这些是要问啥？你讲这个囡仔都变来都乖乖，还是讲咱这个身体都吼？啊，这囡仔都安尼乖乖，啊，这较早身体都原来未歹，啊，为什么今嘛那一个囡仔那身体呢翻歹去？有的囡仔吼，出去外口去飙吼，有时吼会去讲安怎？会去有无形的创治，是因为伊热跳啦。咱讲热跳，你知无？囡仔热跳，吼啊，讲话呢口无遮拦，啊，含人一挂吼朋友呢去飙车啦吼。啊，去飙车飙飙嘞吼，讲一挂话吼，去触犯到遐啥？人讲骑机车啦吼，因为吼无注意去跋倒呀，啊是因为无注意去往生的遮。你也去到迄个路段，你知无？你拄仔咧飙车，啊拄到迄个路段，啊你搁讲一挂话足猖狂嘞。遐往生的底下吼，都要掠高铁吼，我咧讲，有时啊伊会甲你卡，有时也甲你掠高铁，有时会互你车祸。啊，所以讲吼，咱有足侪囡仔吼，咱讲。那也无带无一个朋友出去，当然那一个面青顺顺哦，过来拢困困未好，吼、哦、啊读册愈来愈读愈退步，这就叫卡掉哦。哦，啊咱人啊，如果讲这个囡仔脑拄着卡掉的时阵，你唔通无伊个处理哦，迄囡仔愈卡愈重哦，啊到尾啊吼失神。所以有时阵吼、哦，咱来讲囡仔呐含人出门啦吼、哦，啊呐讲当然你感觉讲面色无介好，啊就讲近日感觉看迄囡仔怪怪，眼神嘛怪怪。讲话嘛怪怪，安尼爱困爱困，日时拢定下伊睡神，暗时也唔困，啊日时再来困，迄种唔对哈。所以咱讲囡仔，咱爱个注意个行为机制啦吼。老大人艰苦病痛，有时阵呢吼，老大人有老大人个，咱讲病业现前呐。啊，老大人有老大人个方式啦吼。咱下晡是2:30，咱就这些时间。咱若如果有需要服务，免客气，
慈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切到现在给控我。啊，你那如果讲咱讲冬病夏医了吼，即马热天、寒天的尽头，热天食有效的，就是咱咧讲吼，咱讲滋补强身、养颜，佮会当美容的，就是咱慈恩必胜宫咧讲的虫草王三高宝，愈食愈少年，啊，愈食身体愈好，爬楼梯愈有力，吼。啊，所以讲咱那是讲。对这个虫草王三高宝，咱们个人男女通用，咱会当直接打电话。即嘛是五盒送一盒啦，吼，一盒2000块个人金，五盒送一盒。那以上，咱今日个节目就做到这，嘛感恩吼咱的道亲好朋友啦，吼，对节目的支持甲爱好。然后需要服务，免客气，慈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